want now feels like you'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better.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今天的影片呢，要来跟大家分享我周年庆的购物分享。本来想讲开箱，但好像也不是开箱，因为有些我已经有用过了。那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我在周年庆的时候在专柜买的东西，所以就是不含海外购物，不含任何黑五啊，或是就是现在已经快到年底了，所以很多欧美的品牌们都在打折，都在出新品，出一些节日，有的没的。我只能为我的钱包感到担忧。对，所以今天就是只有我去靠柜买的，就是一些专柜，就一部分，其实没有太多。所以今天影片分享的东西呢，大家都可以在台湾的专柜找到，因为我都是自己亲自靠柜去试色之后就买了一大堆。然后因为我没有就是买到整个连底妆都有还是什么的，所以我就是先拍了试色。等一下我分享这些产品都会有全试色，就全部上脸的试色。所以我就是打算用一个这样，我现在一边聊天，然后一边跟大家介绍我买了什么，我买了什么，对，就是想用这个方式。那我们就开始吧。我就从品牌一个一个介绍好了，因为其实我就买三个品牌而已，没有很多吧，三个品牌而已。我相信一定很多人买比我还多。第一个呢，就是 Make Up For Ever， 他们家每次周年庆的时候就会有五件75折，三件是85还是8折，忘记了，但是五件或是五件以上就是75折，所以我觉得他们家买就是要趁这个时候买。我那一天靠柜试色的时候很夸张，我还同时连线了我周围全部的，也没有全部啦，就是我有想到的一些美妆好友们，我就连线问他们说，哎，我这样已经凑已经75折，你们有没有要买？就是反正都已经75折了，那大家有没有要揪一揪？所以我那天好像总共结账了唇膏，我忘记到底结了几支，反正就超过10支，很夸张。不过我个人就包了4支啊。但是我先讲这个妆前产品好了，它的全名叫做第一步奇迹对策，然后我买的是绿色。那他们家这个系列妆前有出超多一系列，就是有保湿的啊、控油的啊、修饰毛孔的，好像还有偏粉红跟偏黄，反正就是一大堆颜色。但我印象中这个偏绿的，就是大配有推荐过。然后那时候我看他影片就觉得很烧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绿不会太死白，跟很多开价士力乳比起来的话，他的绿是很自然的帮你说是泛红，可是又不会让你的脸变得太白太，因为你知道太白在我们这种黄色人的皮肤上面，可能看起来反而会变很灰，反而会变脏脏的。所以我就对这款产品就非常的好奇，然后我就也趁这一次入手。那我实际用了2次呢，我是真的蛮喜欢的。首先我觉得它的保湿度也还不错，但是因为我是混合偏油啦，我不确定干性的肤质如果在秋冬会不会保湿力不够，但是我自己的话我是觉得 OK。 可是它又不会太厚重太油腻，让我觉得说哦我脸上真的太过保湿，也不会，我觉得蛮恰当的，然后也很好推。那最重要真的是它的颜色真的是我看过真的是绿色士力乳里面最自然，它其实它有点这种，因为它是有一点橄榄绿吗，但是又没有到这么黄，然后它的颜色其实是有一点半透明的，所以它不会很死的绿色。那当然它修饰泛红的效果呢不会像校色盘那么厉害，像我很喜欢这一盘郑老师的校色盘嘛，已经在我频道出现过好多次，我好喜欢这个绿色。但这个校色盘它的这个绿色当然修饰泛红效果是更好更好的，因为它就是比较饱和。 你知道那个绿色饱和度是有差的，你看这个这真的就是很饱和。那刚刚那个妆前乳是有点透透的嘛，所以他们的修饰泛红能力是当然有差别的，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妆前的修饰，它的效果还蛮刚好的，所以我目前用了2次都是很喜欢，而且我觉得跟我的底妆，我今天没用粉底，我今天都用遮瑕膏当底妆用而已，看起来也蛮合的，好像没有什么不良反应。所以这一款如果你也是有皮肤泛红问题的人，你可以靠过去试试看。我自己目前用还蛮喜欢的，我不确定如果天气再热一点用的话，我会不会觉得它太油腻，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我觉得它质地其实算是偏水透型的。那再来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Rock 真我唇膏笔，这是 Make Up Forever 今年底推出的新的唇膏系列。然后我真的觉得它的外包装真的不好看，老实说包装真的就是不好看，但它唇膏质地真的很好。它这个包装其实设计是有它的理念的啦，这就是它的笔感，它刷具笔感有没有，它就让你这样唇膏打开来的时候，这样有没有很像拿着刷具，拿着比较大支比较粗一点的刷具，然后你在这样擦唇彩的时候呢，可能会拿得比较顺手吧。但我个人就是设计理念是不错，但是外形我就是觉得
不是我的菜。不过它这个系列呢，颜色总共有出60色，然后这60色里面呢，超多我的菜。我跟你讲，这60色很好买，对，它这60色的好看颜色很多。然后它的质地呢，是它虽然算是雾面系列的唇膏，可是它其实它的保湿度其实算蛮高，而且你们看我这样其实擦了一回，它还是有光泽度的。我觉得它的质地呢，没有到真的很雾啦，我觉得算是一般唇膏的保湿度跟光泽感吧。所以大家绝对不要看到它好像是偏雾的，就觉得好像会很干或什么的，它完全不干。而且就是刚刚我嘴唇上面有一些死皮的部分啊，它在画的时候，我觉得它其实还蛮可以覆盖那些死皮的，它不会让那个死皮掀起来。然后再就是我觉得它的颜色啊，像这种比较日常的颜色，它都可以上得非常均匀好看。然后基本上我这样讲话抿唇干嘛，颜色都不太会位移，都非常均匀。不过它深的颜色啊，比较深的，因为像这个系列颜色就出的很广，所以它会有一些偏深的，像这个122偏深的这个有没有？在抿嘴唇的时候稍微会有点不均匀，可是我觉得以这么深的颜色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擦下来的妆感还是很漂亮的。然后重点是颜色真的。颜色真的太漂亮了，而且我真的要跟你们分享，我这个唇膏我是有收到公关品的哦。如果你有看我现实动态的话，可能就有印象，我曾经就是有拍过我收这个公关品的试色，我到时候找到照片再放旁边。你看我收到多少支，我收到这么多支，然后我还可以买，我还可以找到我没有的色号，然后我喜欢的颜色我还是可以买，这好像也是一种能力。那大家从我那个试色那个截图啊，应该就看得出来，它其实有出很多流行色，比如说比较枫叶橘的，或是各式各样的红色，然后偏裸粉、玫瑰色调、MLBB 就是都有，它什么色系都有。那我自己这一次靠柜买了4个颜色呢，都算就也有我觉得比较日常的，但是也有就是稍微重口味一点。你们知道我喜欢的菜有点广，那我就先从114来介绍好了。114就是我现在嘴巴上插的这个，就是比较裸，但是又不会太浅。它的底色呢没有那么偏粉，比较偏橘偏灰一点点，擦起来也是稍微比较欧美感的。这款颜色我觉得应该是我买这4个色号里面最百搭的，因为我觉得像我今天眼妆，你知道颜色也有点多，然后它也可以搭得起来，因为它本身，因为它就是有点偏冷，有点偏灰，可是又不会太冷，所以它可以衬我的肤色，然后又可以搭配各式各样的颜色的妆容，所以这个颜色我自己觉得还蛮推荐的。那再来第二支116开始就有一点比较特别一点。116就是一个极冷灰，很冷的灰，像石头一样，有点像是水泥地板，好像没有到水泥地板那么灰蓝，它是比较冷的灰土色。我觉得它如果搭配一个冷色调的眼妆，应该会超级漂亮，像 Natasha 之前那一盘冷色调的眼影有没有？如果搭这个颜色一定超好看。如果我有时间的话，应该会想要拿 Natasha 那盘冷色调再搭这个唇彩画一个妆容，但我有点怕我挤不出来，但反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很想试试看，感觉会很漂亮，感觉会很搭。但这个颜色真的擦起来会比较病态，一定要搭配够强烈的眼妆，要不然你就是你知道淡妆擦这个颜色可能会被关心。那另外两个颜色其实我觉得他们有点像，一个是120，一个是122。120笔记下来，120超漂亮，120就是我很喜欢的这种，我觉得是很特，你会觉得好像很常见，你就想说啊，不就是一个比较秋冬感的深玫红色之类的这种感觉吗？好像很多人会这样觉得。但我跟你讲，这个颜色啊，很多牌子都会调的比较偏紫红，但这个没有，这个紫的感觉没那么重，可是它的那个红又不会太艳，有一点灼灼的。这个颜色擦在嘴巴上面就是高级，就是漂亮。这个颜色呢，搭我今天这个妆呢，我这个妆是就有点太彩色了，它其实搭那种比较简约，可能就是一个眼线，然后睫毛这样眼妆，然后把这个唇色当成重点，超好看。我跟你讲，走出门每个人都要问你唇膏是用什么颜色，这个颜色真的超好看。然后它跟我之前分享我也很喜欢的那个 Hourglass 的 I Have Been 那颜色很像，他们两个很像，擦在嘴巴上面很像，手上刷色的时候会一个偏橘一个偏红，但是上唇是真的蛮像的。那我觉得 Make Up For It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评价替代品，但我一支唇膏打完折才600出，等于是比开价再贵一点点，但是又比专柜的唇膏都在便宜，香奈儿啊 Pop Ice 他们一支都1000多嘛，这等于就是那种精品专柜的对折，
而已的价格，我就觉得很好入手。然后 Hourglass 那个又这么小，就是容量很小。反正我那时候 IG 有放那个对比，到时候我也是把我 IG 的那个四色对比也是放在这边截图放在那边给你们参考一下，那个这两个颜色的差异。那我就是因为很喜欢120，然后我连它再深一点的122也有一起买。122呢，它就是比较像红棕色的感觉。刚刚前面的120你不会说它是红棕，但是这个122呢，可能就会说它是偏红的这种棕色系，也是很好看啦。只是我觉得这颜色擦起来也是气势比较强一点，我觉得会没有像120擦起来这么的。120擦起来就是有一个有，虽然有气势，会让人家注意到你，可是又不会觉得你太过强势。120给我感觉是这样，你知道有点落差的，这个看起来稍微平易近人一点点，感觉是微微的高冷这样。那122呢，就会是稍微比较有距离感，可是也是一个很漂亮的红棕色。这个系列颜色好看的很多，然后嘴唇很干的人也可以去看。这系列的唇膏就是我觉得保湿度也蛮好的。好 ，Makeup Forever 就是买了这四支唇膏加那个妆前，然后第二家我买的呢就是 Audition。这一个呢，我真的是要很感谢我的好友阿海，因为阿海就是跟我讲说他想去逛。的确，我就跟着一起去逛了。本来没有要买东西，逛逛就买了东西呢。首先呢，就是一定要讲一下我买了他们新的眼影。他们的单色眼影呢，今年有全部做一些质地跟色号的更新，所以跟之前的会不太一样。然后它的外包装呢，它现在这个 Audition Tokyo 这个字呢，也变成是直接雷射刻在上面的，那之前是用硬的，现在的包装其实看起来比较质感。然后重点是它这个亮片眼影真是好漂亮，有吧？很漂亮吧？但是你看它这个偏光，就我觉得他们家这种日系品牌的偏光啊，跟欧美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日系都会再多一种透亮透亮 kira kira， 可是闪度也是够的，然后闪度也是不错的，然后会多一个透透的感觉，质感那个妆感跟欧美的就是有一点不一样。然后它的偏光啊，我就有买这种偏粉的，然后还有这种偏紫色调的，这个颜色好漂亮，它是有点蓝蓝紫紫的，你看在我眼皮。其实它就是在某一些角度下你看不到它那个紫光，然后是要在有点扎眼的一瞬间，或是我头在晃动的一瞬间才会看到，然后它就很漂亮，所以你今天可能会看到我影片头一直晃来晃去，因为我就是觉得我的眼影很漂亮。那另外两个是我觉得可能比较百搭一点的吧，那就是这个比较金色的，这个是 007SP，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银白色，然后它的底是透透的，所以像你那个卧蚕喜欢亮亮的人呢、啊，你也可以买这颜色，好亮哦，而且它又比那种，因为像那种画卧蚕，很多人会拿那种亮片的眼影蜜嘛。可是有时候这边呢、啊，你用那个眼影蜜画，可能到晚上会有点结块，可能会有点剥落，会比较丑。但是用眼影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然后它这个闪度又这么的好，然后他们亮片呢，我觉得用手指上跟用刷具上都很漂亮。当然就是最快速就是你就是画一个很日常的那种大地色的渐层，然后就用手指这样撸一撸，然后按压就很漂亮。那如果你想要像我这样子，就是有一些亮片的渐层，我今天是贪心啦，因为我想要示范每个颜色，就是把全部颜色都用上。如果你想要像这样全部都上的话，最好还是用刷具，用这样扁扁的眼影刷比较好控制范围，但是用刷具的话就记得要喷湿，刷具喷湿再上会比较服帖，因为像我一开始就是尝试干擦，然后就会有一些落粉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用手指按压比较不会那么飞。那我们家这样更新后的眼影呢，我是只有买了亮片啦，我没有买其他的珠光或是雾面，所以其他质地我有点不太确定改版后的质感粉质在哪里。但亮片呢，其实摸起来是滑滑的，不会太湿，可是它的服帖度又蛮好的，你看搓在手上它那个服帖度，然后摸起来是细致的，可是它的闪度又蛮闪，就是怎么讲，亮片颗粒蛮明显的，可是它摸起来又不会有粗糙一粒粒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质感做得蛮好的。它这个眼影就是你不小心靠柜摸了之后，你就心里一直惦记着它。It's never ending. You can give anything.
我刚才想到，我其实在 Audition 不止买眼影，但是我就一直想说我要给大家看眼影，我就一直脑袋只想着眼影，所以我刚刚在拍那个上在眼睛上的那个，反正我在拍试这些产品的片段的时候，就只有拍了眼影，但我完全忘记我还要买他们的遮瑕跟那个蜜粉。我还想说我买东西没有太多，就想其实也是买了蛮多的嘛，还有蜜粉跟遮瑕。然后蜜粉呢，我就跟大家讲我还没有用，因为蜜粉我现在有开了很多盒，反正就是因为我现在手边还太多蜜粉，我还不急着用。我现在是有先用它这个遮瑕，就是传说中超遮的遮瑕。我今天其实有用，但是我就没有录到。但我只能跟大家讲，这个遮瑕真的超遮，但是它就比较不适合拿来上来眼下，它很适合拿来遮那种痘痘，小痘痘。像我其实脸上这边有一些些小痘痘或是小痘印，我都用这个遮的。然后它用量就是一丁点，真的是一丁点，一个米粒大小就够了。它真的遮到爆炸，可是它因为质地很厚很遮的关系，所以它不太适合大范围的遮瑕。其实我今天眼下有用一点点，可是就是这边眼下一点点，因为我觉得我今天泪沟的地方遮的不是很好，所以我再多用这个，也不是多用，就是我有用一点点这个在局部泪沟这下面的地方。但是它真的不适合拿来上眼下，是说比如说像我的细纹是到这边，怎么讲，就是有细纹的地方你就不要上到它，一定会太干，一定会就是肌腺很严重或什么。但是如果是没有细纹的地方啊，像我上在这边，等于那泪沟最下面这个地方，或者是痘痘那种小范痘痘，就是如果是长在一些这种脸颊旁边比较没有皱纹的地方，有没有？你用它就绝对没有问题。那我觉得它效果特别好，是它真的很持久。因为我觉得其实高遮瑕力的东西还蛮多，遮瑕盘都很遮的，但是这个呢，它真的是不止遮，它还很持久，就是会掉在那边，所以可以懂我说不能放在有细纹的地方吧，因为它就太遮，然后又太扒着皮肤不会动了。用这个的技巧就是只能放在没有细纹没有表情纹的地方，效果就会很好。那因为像我脸颊这边偶尔还是会有一些痘痘的问题，出门的时候现在就是做交通工具还是要戴口罩嘛，用这个就很明显，那个痘痘不会因为口罩这样摩擦，然后那个就你知道口罩拿下来痘痘又露出来，不会，它这个真的很持久，效果真的很好。那蜜粉就像我刚刚讲的，蜜粉我还没有用过，所以蜜粉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那跟大家讲一下，我这个遮瑕膏买的色号是003，就是跟我肤色比较接近的颜色，这样遮痘痘是最自然的。这个遮瑕膏不要买太浅，如果你是要遮痘痘的话，要买靠近自己肤色自然一点的颜色。如果你们不确定颜色的话，可以问柜姐，因为当初也是那个柜姐，她还是我的观众。嗨，如果你有看影片，莫名其妙打招呼。但是这个色号也是那时候柜姐推荐我买的，就是说003比较接近我们一般大众的肤色，所以如果是要遮痘痘的话，就是买这个色号。那最后一家呢，就是我当初有去柜上拍影片那一家，就是纳尔斯。对，我只买两样哦，是不是很收敛？他们家的东西我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就是很感谢品牌平常的厚爱。所以呢，我就是这一次周年庆，就是只有入手唇膏跟这个大家看到应该有吓到吧，因为这个完全不是新品，它就是已经出了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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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然后这个呢，其实我喜欢的颜色不止这个，我还有喜欢另外偏橘的啦，然后还有一个 bronzer 跟打亮的组合的色号，那两颜色我也很喜欢。但是我买的时候呢，柜上只有这个有现货，所以我就先买这个颜色而已。那我那时候为什么看到这个会想买呢，就是因为这个刚出的时候，可能是我大学刚毕业或是毕业前，或是反正就是那前后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一看到就觉得这个颜色这个组合，然后它这个压纹，然后它又是干湿两用的，各方面都很吸引我，就觉得它太漂亮太漂亮了。我光是看它我就觉得很漂亮。我其实那时候没什么靠柜过，就是我没有在打工，所以基本上我只能拿零用钱买开价的彩妆，是没有那个闲钱去买专柜的。所以这个产品呢，对当初的我来讲是一个梦幻艺品。只是后来呢，就是你知道我开始做彩妆或干嘛的，然后开始上班啊，开始有收入之后可以买一些专柜或什么时候，就有点就忘记它，你知道吗？就忘记它的存在了。因为它后来这几年也没什么讨论度，也没有什么在用它。一直到我那一天把柜上的就是任何角落、任何有试用品的地方都看过一轮之后，突然在他们腮红那个试用用品那柜的抽屉的里面哦，它还被放在里面哦，看到它我就立刻想起我当初多想买它的心情，然后我就立刻说那里面那个腮红我要试那个双色的那个系列，那就赶快问他们说这个停产了吗，它还有吗，你知道，就一直调查，因为它已经出了蛮久了，然后也现在也都不是主打产品，所以柜上有的现货也不多。我自己有上 NARS 的就是他们的海外的网站去看，他们美国的官网色号也是不齐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系列搞不好未来会停产。反正我就先买，这个其实我有点算是买来做纪念的。这么鲜艳的桃红色的腮红，其实我很少擦。所以大家看我示范片段就可以看出来，其实这个颜色，这个腮红呢，就是很容易会成为妆容的重点。如果像我今天颜色那么多，眼妆那么重的话，上这个腮红会显得脸有点太多重点了。所以我后来有用粉饼把那个腮红压掉一点。但它是一个可以可浓可淡的颜色啦，淡一点可能就像这样，然后浓一点的话就可以像就是我刚刚有刷的差点变成猴子屁股那个样子。然后这个打亮呢，我觉得它很美，可是我很意外是我觉得它的底色，就我在刷色的时候其实没有觉得它底色很深，但是我刚上脸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上太多，就我觉得它的底色对我来讲好像还是稍微偏深一点点。这个打亮我上的范围是只能在腮红有的位置，不然我转到正面的时候会觉得这旁边有那个影子在下面，但它的粉质摸起来真的是啊，好细好舒服，光泽度也我觉得也很漂亮。然后这个系列呢，我记得它推出的时候是有和一把刷具一起推出的，然后就说可以干湿两用，就你可以试擦。那我刚刚有试，它打亮啊干刷的时候，这个光泽是比较细致、比较低调的。然后如果你想要比较闪的话呢，你就是刷具喷湿之后，用湿的刷子去撸它，然后再撸在脸上。我是这样用的，或是你可以先用刷具沾取它之后呢，再喷湿，然后再刷脸上，应该都可以，就看个人使用手法。所以这腮红呢，其实我是买纪念这个理由比较多，虽然它实际用起来是很棒啊，就是粉质也很棒，但是我其实真的是为了要纪念当初我真的是有多喜欢它，为了要记得这个回忆，所以我就买了它。最后一样呢，就是我有在他们家买了一支唇膏，那这支唇膏就是当初我在影片有特别介绍的，就是一个我到现在还是无法发音的色号 TANGANYKA， 然后它就是一个红棕土色调，然后它的质地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是比较透透润润的感觉。然后它擦在嘴巴上面呢，一开始擦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有一点的不均匀，因为它的质地比较润，涂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它是可以涂均匀的。然后因为它质地比较润的关系，所以它真的是掉色会比较严重，持妆度会比较普通，可是它就是也很好看，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土中，然后有一点偏红的底，因为我是偏黄的肤色嘛，我擦起来我觉得也蛮衬我的肤色的。然后因为质地比较透的关系，所以如果你的素唇颜色是比较红的人，擦起来应该会比较偏红，就会因为大家每个人唇色不同，所以它的颜色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这支的滋润度真的蛮好，基本上是可以当成护唇膏在使用，饱和度比较高的润色护唇膏，因为我觉得它也没有到像一般润色护唇膏那种这么痛，因为我觉得它是叠得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如果你的嘴唇真的超干，然后你喜欢光泽，然后喜欢颜色不要这么饱和，有点透透润润的那种的话，那这个就是可能就是你的菜，而且它颜色也很多。那同样这个系列呢也有出不同的质地，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然后它的唇膏，你知道这唇膏包装就，我真的对不起 Makeup Forever， 但是这个唇膏包装就好看很多。还是有人会觉得我不知道，就是每个人审美观不同，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包包都那么小，然后真的那么小一只就很好携带。那 Makeup Forever 那个真的是包装真的是稍微有一点太大了，很想把它举好，没有啦，我开玩笑的。好，那以上就是我这次周年庆呢在专柜买的一些东西，应该没有太多吧？应该没有太多啦，就是还好吧。虽然大家看这支影片的时候周年庆可能也都差不多要结束了，但是我觉得这些产品，因为我今天分享这些产品呢没有一个是限量的，所以如果你们有喜欢，你们可以先笔记下来，等之后又有活动啊，或是百货公司有什么折扣，或者是现在很多品牌都有那种官方的官网，有没有有折扣的时候你可以再趁那个时候买。好，那今天影片就是到这边结束，就是一个比较轻松跟大家分享我买了什么的影片，乱花钱的记录，钱包不能只有我破，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咯，那拜拜啊。你们可以跟我分享你们周年庆买了什么吗？可以在留言跟我讲，我很好奇大家都买了些什么。又在闲话家常聊一下下，我其实本来有一点想要去看香奈儿有新出一款，就它有新出一款粉底液是配合一支粉底刷一起出的，然后那个组合要五千多忘记了，极为高价位的专柜粉底。但我朋友的朋友，还不是我朋友，是我朋友的朋友，就是说很好用什么之类，就是妆感超漂亮什么之类。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讲这件事，然后我就惦记在心里想说到底有多漂亮，到底。但我有冷静，你知道我没有在这次周年庆买，就我还在观望，额外 murmur 了一下，我是有理性的人，一点点。好，那我们就真的再见了，大家拜拜，大家拜拜。